炒栗子的制作过程就是把栗子放进热砂的锅里边翻炒而成。杨师傅你好。你好，杨师傅，跟我们清楚说一说，你觉得炒栗子它的那个火候要掌握得好，应该怎么样呢？栗子要在中火，都要中火炒。中火炒。沙子和栗子的比例应该是3:1。3:1。重量其实是1斤栗子，3斤沙。OK。下面我来公布上轮比赛的优势。丁英宇。他作为上一个环节的优胜者，在这里呢，他的优势就是他只需要炒1斤的栗子就够了。那其他人会不会再带？我们敢炒，敢那个，敢炒，我们敢。Yummy. Help you.